面请您欣赏相声《舞红图》，表演者李九重、李九江，有请。谢谢啊！感谢各位的掌声鼓励。刚才是两位优秀的演员给您说了一段，是吧？啊，传统的相声叫四方诗，说的特别的。让他们怎么样？这是什么意思啊？就说的比较搞笑，搞笑你是搞笑，人嘲笑你，说你也听出来了 啊？说的特别的让人嘲笑，怎么这么说人家？就说的还行啊，可以吧？行，说的好，行吧？好不好？得让大伙说，他们没资格说。那你问问，刚才他们演的好吗？咦、好尴尬啊！说的还不错，哎，尤其说到外边这个，我师哥叫张鹤健，他是你师哥，哎，这是德云社唯一显怀的相声演员啊！我产检来了，住的大一点，但是人家来的早啊，对，赫兹科的相声演员，哎，是说自己也有学问，看过书，其实这都是骗人。真是假的，这都是提前背好的台词，是吗？都是提前四年把台词背好了，提前四年准备今天的演出，提前四年就背，对，要不记不住。都上大学，这都扯淡，瞎说。啊，但是呢，您像演员，虽然说没有什么学历，多看看书是对的。那是这一点跟我师傅好好学一学。嗯，你看人郭老师虽然说也没怎么上过学，但是人家文化底蕴深厚，对对不对？人家虽然说就上到初二，但是人家敢写书，是不是？写那郭论，过得刚好。对，为什么人家上初二，还能敢出书？为什么？为什么呢？你猜。我不知道，你说呀。因为不知天高地厚，我为什么？啊。浪一胆大，得亏我没说，是不是？这都是他告诉我的，说明人家后天努力学习的优秀。对，哎，郭老师家那书房，这一整面墙全是书。不是，有时候我们去看书，不是，就是都到棚里，不是一整面墙，好几面都是。他那个书架也好多呢，我就看见一面。那不应该，你进那个书房看见全是书吗？怎么看一面啊？视频看，然后呢？视频看的。可是没去过，你去过是不是？这叫什么话呢？你去过吗？没去过不很正常吗？我上师傅家干什么就没事儿？什么叫有事没事也得去看看？那是你师傅。是啊，我没说他不是我师傅啊。对呀、啊，那怎么不能不去呢？不是。然后呢，我们呢，你是徒弟都不让你去，徒弟怎么了？徒弟多了，云鹤九霄龙腾四海的都是徒弟呢，多了。你是儿徒啊，还是你是爱徒啊？都不是，你去师傅家里干什么？你是歹徒，所以就不敢让我去，你知道吗？就是说让人家书也多，哎，什么都看，哦，什么都瞧，哎，您别看，就跟那视频啊，他们一面墙，我看见了好多书。哦，也有那个四书五经，有资治通鉴，郭老师这都看，都瞅四书啊，大伙都知道学庸论陋，大学中庸论语孟子，对五经呢，诗书易礼春秋，这为五经，没错，是不是四大名著？郭老师最爱这个，喜欢四大名著，因为他得说那个单口相声，说评书啊，哦，得用这个，是是是啊，四大名著，我听他说他倒背如流。倒背如流吗？倒背如龙。倒背如龙是什么东西？应该是倒背如流啊！啊，对，倒背如流。对呀、啊，对对对，倒背如流。啊，我那天晚上跟他背过，他给你背那个。对呀、啊，怎么他要拜你呢？不是，他自己就是显，然后呢？显呗，就是显示他会这个，脑子过一遍，对不对？那天我师傅跟我们俩师兄聊天，我师傅听说您四大名著倒背如流，您给徒弟背一下。师傅张口就得背，怎么背的呀？著名大四。然后呢，我一听啊，四大名著这字儿倒过来了，倒背如流啊。依着你呢？内容啊。他疯了是吗？不是，不是那个意思，就是形容他熟，看得多呀。
对，三国西游水浒红楼，这人家都看，哎，我们也应该多看一看，跟人家学习，对，说相声有帮助。您除了四书五经四大名著，也得多少了解过去古代的一些知识，古代的知识。哎，你比如说各个皇帝，你这点人张三白都做得好，哪个皇帝什么时候出生的，什么时候就是故去了，驾崩啊，就驾崩了，人家都知道。他知道，对呀、啊，他就了解这个。他是判官、啊，不是判官干嘛呀？他了解这有什么用呢？对他来说，这是知识面，人必须得学会知识，要广一点，尤其说相声，对不对？什么知识不得掌握啊？那倒是，四大才子，四大才子，你不也得知道这点？四大才子，不知道，人家捧哏的不爱学习，谁？唐伯虎，祝枝山，还有那俩。就是怎么样？因为也强不了多少啊，强四个就知道俩，这我还都能说出来吗？大伙都知道唐伯虎、祝枝山、文征明、周文斌四大才子吗？四大美人，古代四大美人，这都不知道，不是就应该知道这是，这是最应该知道。古代的地方，古代都是画，也不是照片。四大美人啊，大伙都了解谁呀？西施、貂蝉、王昭君。安琪拉，这是，不过我最喜欢的呢，就是安琪拉。演讲你该省事儿的，自律哟，他挺厉害，你知道吗？但是必须二技能控住。行了，行了，怎么开个游戏课呢？这是吗？安琪拉都出来了，好看，好看。安琪拉游戏里边，你俩想变个魔法术，行了，别聊游戏，不是安琪拉，不是安琪拉。说错了，开玩笑，米莱迪，他呀，哎呀，偷塔的特别快。米莱迪不也是游戏中的人物吗？这也不对，都可羡慕。上官婉儿，这样就仨人挑一个。我挑什么？这仨全不对。那你说，你说是谁？杨玉环是不是也是中单？离不开游戏了。哎，可能是拿这些知识都给掌握。而且德云社的相声演员啊，那四百多位，每个人啊喜欢研究的领域还都不一样啊。这倒是。您拿我来说，各位您可能对我有不太熟悉，不认识你啊，因为好多今天观众的朋友是从外地旅游来的，来天津玩啊。天津本地的朋友不是特别多。嗯，如果说今天全是天津的朋友，就一个认识我的都没有。不认识你说那么多有什么用啊？得介绍一下，哦，让大伙知道我叫什么。啊，拿我来说，姓李，叫李九重，德云社九字课的相声演员啊，谢谢。木子李，七八九的九，重阳节的重，这是我的名字啊，他也有名字，我呢啊，他也姓李，也是九字课的，对，所以说你看我们说相声就是这样，每个人啊走到台上之后，都得是说尽量的给您逗乐，然后呢让您知道我们叫什么，假如说呢不知道怎么办呢？不知道就知道一个人，俩人知道一个像话，像话无所谓，像什么话呀？你说完你名字，你说我名字了吗？说你名字没有必要，这跟有没有必要有什么关系吗？我跟你讲这道理啊，你说，首先来说，咱俩现在说没有达到像郭老师、于老师那么大的名气，是不是？是。那你说没达到那个名气，让人观众增加负担，记住俩人的名字，是不是不合适？合适是吧？合适，那就是俩都叫李九重，好不好？退一万步说，退一万什么狗名字呀？俩人叫一个是李九重，你不要侮辱我的名字可以吗？你可以打我，你可以骂我，你挠我都行，你知道吗？你不要侮辱我的名字，你干嘛呢？你不要侮辱我的名字，知道吗？你名字怎么不能侮辱？这是我师傅起早贪黑给我起的。起早贪黑，太黑就太黑了啊！对不对？就退一万步说，咱俩真像郭老师、于老师那样那么火了，也没有必要介绍你的名字。我到不了那份儿，不是去报那份儿，也没有必要介绍。怎么呢？因为介绍也听不见。什么叫听不见？你看郭老师跟于老师每个演出不都是吗？包括暖着一站。下面请您欣赏相声表演者郭德纲。哇、哦！于谦这俩字你听过吗？是这道理，是这道理。所以说没有必要。但是你又不是郭德纲，我的名字不会埋没在这个掌声里边的。行，那你自己说行不行？费了劲我自己说呀。废话，你说相声挣钱啊？跟挣钱有什么关系？你们跟他名字都跟他说，怎么？德云社企业文化这么写的？
什么叫企鹅文化呀、啊？这规矩知道吗？就得我说。对呀、啊，凭什么不说呀、啊？走严后。你是不是瞬间占了我一个便宜？我不想说，因为我作为逗哏的，我词儿今天本来就不少。你捧哏的没什么词儿，你自己名儿你还不愿意说，多仨字儿怎么了？自己说。没什么词儿，我这听着吗？怎么了？我上回我跟站着我闹了吗？你还要闹是吗？不是啊，这我也是我的工作吗？介绍一下，嗯，他是我的搭档叫李九江，加油！说没有必要，也不是谁火，你火，明儿有人就火化了，是不是？那你笑什么啊？就说呀，都是九字科的相声演员。是啊，但是同为演员，刚才咱也说了、研究的领域不一样。对，你看他们有研究这个古诗词，嗯，有吧？有，前面有研究这个礼仪的。对，啊，俩小伙子台上气得多过瘾，是不是？什么都有研究，宿舍也干。啊，其实今儿他们演完就算礼成了。我们，那我们拿我来说，我也有我擅长的领域。您是怎么进？不是我不进。哦，您什么领域擅长？我喜欢研究就是科学方面。哟，左，不是啊，感叹词。哦，这可深了。对对，我愿意研究这个。一般人可不敢碰这个。哎，高级的、低级的我都研究。深啊、哦！哎，科学类的，您说说呀。啊，说一个稍微高级的吧。高级点的什么呀？电磁周刊。这你们乐什么？高。是你们觉得就是这四个字把我这种人说出来有点像天方夜谭是吧？量子纠缠这不得研究研究吗？我喜欢研究这个量子纠缠、啊、嗯，这能给我们讲的是什么意思吗？这是不能你研究了你怎么不能呢？我给你讲你听得懂吗？你先告诉我什么叫量子。量子不知道。我说谁小名叫量子，俩都叫量子，都在纠缠对不对？这量子坤子纠缠了啊！薛仁超导，不知道，不知道，完了吧？你不是搞装修的吗？我搞什么装修的呀？薛仁超导不知道。薛仁超导，原来呀、啊，这个超啊，超级的那个导体啊，必须在特别高的温度或者特别低的温度才能进行。现在研究呢，就是在常温就可以实现这个。哦、突破了。我不知道破没破，反正呢，它就是在常温就能实行超级导体。将来如果这个技术应用到民间的话，你坐高铁，你从北京到天津半个小时就到。现在也半个小时。你是刚挖出来的。北京到天津早就半个小时了，成绩特快，说明咱们是不是现在已经高科技了？是高科技了，你这薛仁超导跟这没关系。你从北京，你从北京到海南半个小时就到了。这可以吗？远一点，那就够快点。就是你去哪儿都是半个小时，去哪儿都半个小时，去哪儿都半个小时，跟距离没关系是吗？你飞机不也这样？飞机怎么了？你飞机从北京到天津不也得将近一个多小时？谁从北京坐飞机来天津啊？那不得到吗？怎么天津没有机场啊？滨海机场，这俩地儿离得近，没有飞机，没有航线，有钱就乱坐，怎么嘛？坐火车晕高，火车还晕高吗？对，火飞机晕高，火车怎么晕高太高就不晕了，管着吧了，对不对？你飞机，你从飞机，从北京坐到上海是俩小时，差不多。坐到南京是俩小时，嗯，对不对？你坐到广州是不是也两个多小时？广州得仨，快点飞。你说半个，你这种你说了算，对。机长是我爸，你管着吗？你要说你是机长，我弄死你，知道吗？对不对？就说呀，就研究科学领域，对不对？啊，什么都研究。咱说生活用品吧，生活都哎，跟咱们生活息息相关的科学，七个字听过吗？七大元素。不知道。什么都不知道？你说相声天天都干些什么呢？这生活中哪有七个字儿啊？七大元素。柴米油盐酱醋茶，是还给他们鼓掌是吧？别这么来吗？谢谢谢谢，真是听你说这话用了那句，哪句啊？王
多半斗毒啊。什么意思？憋不住笑。这个七大元素啊，一说大伙都耳熟能详。哪个呀？阴阳金木水火土。妈呀！你看他这种讽刺我的笑，这个这是七大元素，这是我的法务，啊，这是七大元素，这个跟生活中有关系吗？有关系，息息相关，息息相关。嗯，东东呢？就差点了，这可你说这俩字儿，哎，要不四方吃吧，好吗？那个太无聊了，也行，是吧？息息相关。您说这么说吧，言简意赅，大伙都能理解。说万事万物都离不开这七大元素。哎，还是个单押，万事万物都离不开七大元素，肯定是单押，死根儿，是吧？所以说，这就是我研究的理论，而且这种理论只有我一个人研究，别的科学家不研究这个，为什么？人家太无聊了，人家不无聊，因为他们觉得这个无聊，但是对于我来说，这是重中之重的科学。嚯，我研究完了，我现在已经写那个论文了，还有写论文的，哎，而且我特别的尊重这个理论，我是手写的。所以知网没有，真是会打字。然后呢，我就手写。写完之后呢，我现在正准备呢，把这个论文写完了呢，就交给那个诺贝尔那块查重的。啊？查重的？查重的？不会查重的，这玩意儿谁无聊再写这玩意儿是吧？除了我，他们还知道查重的呢。你们以后少说去知网的事儿，知道吗？他是查重，你是查重。他老接着教我，所以说呢，搁到诺贝尔那儿。如果说老诺那边说这个老诺，你们俩还接吗？你看看吧，你叫老贝尔，老贝啊，老诺那边呢，如果说认可我这东西了，会给我一笔不小的资金。到那个时候，我也不说瞎，奖金，对我也说了，你们听一下。但是我肯定是不给花的。然后呢？你们喝酒为什么不点呢？因为吃完了还得喝茶水。我就是，那你坐那吃着喝着不都那样？家里不也这样吗？没有必要花这样的钱。吃不穷，喝不穷，算计不到还会穷啊！你是过了年不打算来天津演出了是吧？我干嘛过了年啊？我真演完了，明儿就不让我来了。所以说呢，我这呢就把这论文啊打算放在那儿交这儿去。当然，他要是说撕碎了给我送回来呢，我就再写一份。哦，持之以恒啊。那么执着呢？我不那么执着，我能来德云社吗？在这儿待十多年嘛，嗯，对不对？实在是不行了，我得上那边去再发展发展啊。但是德云社这儿我肯定是不退出。谁问你退不退出的事儿？万一你是师傅派来的卧底，所以说呢，我也不退出，我就跟这儿呢，就是干耗。臭快递。干耗，对，死了也臭快递，对吧？小小伙伴们，哎，这就是我研究的七大元素。啊，万事万物都离不开这七样东西。这对于我来说呢，我研究这么多年啊，你想我打会那天到现在研究四个多月，四个多月，四个多月，怎么了？四个多月能研究出来就不容易哦。研究了四个多月，对呀，啊，我还没不明白。是啊，你这不注意听讲，哎，那我能找个东西，您给我们讲一讲？不能，我呢就是什么呀，把这个东西啊弄好。真会老师，怎么就不能？为什么不能啊？我说我会研究。对呀，啊，你给我们讲一讲，你明白这个东西。我说允许你会吗？你会聊天吗？没说我会炒菜，那你给我们炒一个，像话吗？这里没有造句，我说那个讲讲不挺好的吗？讲讲，嗯，怎么个讲法？就是找个东西，你给我们讲讲这七个字啊。那万一要是啊，万一讲不上来，怎么可能讲不上来呢？讲不上来，我能写出来吗？对不对？我怕讲出来你不懂，理解不了，因为那层次比较高，我理解不了没有关系。嗯，底下坐的大伙儿藏龙卧虎，人家能听懂就行了，我无所谓。行，知道吧？可以。嗯，那你说说，我给你挑一挑，你看我这个理论是不是特别的优秀 ，Number One 天花板，好不好？哦，合情合理，讲的特别有道理。那当然了，而且讲的特别的深刻，可能会中间会出现文言文，你要不懂，我给你翻译，好不好？不用，这么深啊？那当然了，要不我能写给老莫的。我们听得懂文言文。行，嗯，那我找个东西啊，嗯，
也别随便着甭随便，别太随便，这是生活用得到，就是生活用得到的。对对对，你说你太随便，你说一个分子什么的，我跟你说啊，那你理解不了，就是生活常用。分子是哪分的呀？不是分子，分子电子。哦，这个知识，对，你充其量就不到而已。你啊，就是就问题啊，又吃亏。我找一找，你给我们讲讲，可以。哎，远的不说啊，桌子。桌子是日常中常见的吧，生活中用得着的吧，这不也就咱这儿用吗？谁说的？家里没有餐桌啊？哦，对不对啊？统称桌子，桌子吗？桌子怎么了？桌子，你能讲刚才您说这七个字吗？嗯，这个什么金，什么什么佛陀的桌子吗？阴阳不重要，不重要啊？阴阳是吗？不是你是讲一遍第二遍就忘了？不是，谁忘？你快告诉我呀！我没记住你七个字说的这么快。阴阳金木水火土，嘴里有短期念。阴阳金木水火土，土。阴阳金木水火土，嗯，你找找这个桌子，先说桌子哪是阴哪是阳，要不换一个你觉得怎么样？桌子我觉得有点无聊。真的么无聊啊？行，那我先给你找阴阳。先给我讲一下，我先听明白了。没对吧？对，肯定是有，是吧？先说阴阳吧。阴阳，桌子面就为阳，桌子底就为阴。为什么呢？就是愣说呀。肯定是不合理的，这样。得给你解释一下。我以为人家放的是全险。别动手啊！你看啊，桌子面，你搁在屋里边，灯光照得着吧？嗯。你要是拿在外边，阳光照得着。是照得着就为阳，连桌子底儿就为阴。里头你说照不着，肯定照不着。啊，是是是，这不得打个严丝合缝。阴阳，哎呦，那桌子这个金呢？桌子有金啊，金在哪儿？这桌子是谁家的？桌子谁家的？德云社的呀。德云社是谁家的？郭老师家的。郭老师叫郭德纲。钢字儿怎么写？一个角色，一个角色是那个，不是一个金字边儿是那个。这个你是不是钢铁侠？是哪个钢你都不知道？你是来十三年了吗？哎，下回不视频哈。好过了哦，那我就给你换一个说法。桌子原来是什么材质？做的。木头，木头变成桌子需要拿什么东西啊？拿你工具呀、啊。工具是什么？木匠工具啊。奔凿斧具。奔凿斧具是什么材质的？是铁的。铁字怎么写？铁字我会啊。金字边有金了吧？应该是。硬不是金字边儿。张金就算，科学是很严谨的。张金。金字边也算，多新鲜啊！玩笑呢。对不对？刚才你说那个郭德纲，他要是也是金字边的，就那会儿就算了。好，可以，这是金对木啊木，就说木的土，还挺聪明。桌子水，桌子有水啊？哪儿？桌子脏了的时候。对，脏了的时候。脏了，你浇的水是外边水，桌子本身的水。浇水，木头长要有水。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，木头长的，木头不会长的。木头原来是什么？大树。树就是脆呀、啊，是吧？脆，脆，脆，对对对，脆。脆是背的脆。什么？背的脆，大树背的脆。一个脆，背的。老头儿。死猫会什么？小树。哎，小树，你长成大树是不是得施肥浇水？对不对？有水了吗？行。火，火。你说德云社现在火不火？但是跟桌子没有什么关系。你知道啊？有没有桌子德云社都那么火？哎，桌子本身的火有吗？你说德云社那么火，能不能给他烧了？咱不要。你说给德云社烧了？把这桌子。哦。啊，下回
劈了烧火，那败家子儿做的挺好，给他烧了像话吗？旧的不去，新的不来。你买呀，买新的。我不买，胡老师买。没有那么干的，人家说桌子本身的活。哦，看来最近瓜子卖的是少。瓜子是抵桌子钱啊、哦。吃瓜子。这个桌子原来是什么呢？木头。过去啊，早年间啊，上古时期有一族人叫燧人氏，发明了钻木取火，就是木头与木头之间一摩擦就能出火。哎呦，真远，对吧？真行啊！太远了。谢谢啊，人学家。哎呦，要不你干点，我看我。啊，现在有火吗？哦。这火土呢？土也有啊。土是桌子原来是什么的？立个吹。木头原来呢？树。树跟哪长的？地上。地是什么地？土地。由大理石地长树。这有吗？所以说这是我研究的奇难。好。啊，谢谢啊，谢谢。好。谢谢谢谢。获得了一切的好评，回头呢在大麦上再演出就行。而且我还跟你说，万事万物万物万得。哎呦，这个桌子你找着了是吧？对呀、啊，但是我听得不是很透彻，什么意思不是很明白。再找着东西，再接着给我讲，无所谓啊，是吧？哎，行，那你们找，我不找。瓜子儿，瓜子儿，瓜子儿，等会儿啊，等会儿，还是你找。我听大伙的，大伙让我找还是自己找？我们自己找。队长，瓜子儿。队长，瓜子儿卖人多少钱？人这么恨瓜子儿啊？你等会儿，因为就是说，我是说一个这样的道理，你就明白了。你说，你看，咱俩是搭档，对对不对？对，你找跟观众找是有区别。你是托、啊，因为你找不是说你是托，因为你找，咱俩这个文本是一样的托。等会儿。你找那个文本跟我文本是一样的，观众找那个文本我没有。就因为你没有，你找出来了，大伙儿在鼓掌，是不是这道理啊？对，我其实不需要特别我得考虑我能不能活着下去。无所谓，咱明儿你都不干，行，是不是？大伙儿找一个瓜子儿，瓜子儿。瓜子儿哈，瓜子儿，瓜子儿，瓜子儿，一致同意哈。好，行，瓜子儿，瓜子儿的音响。得花多钱？我买回来行吗？瓜子儿，那多钱那一小口？一百五，一百五，一百五是吗？真的是不贵。瓜子，先说瓜子的阴阳。行，哎，行，瓜子啊，瓜子原来跟哪儿长的？像是鬼呀、啊！好，谢谢啊，谢谢。像是鬼呀、啊，我觉得跟这有点雷同，还是换一个，不雷，不雷同，都是植物，这是树，那个那个，这一聊又聊出来了。我跟你商量点事儿，就是你从瓜子换鲶鱼，我可以啊，我没有问题。您什么意思？但是能不能就换这一回？不一定。因为我的脑袋也是肉长的，知道吗？咱就得来一回，行不行？好吗？那我听大伙儿的啊，听大伙儿，是瓜子还是鲶鱼啊？鲶鱼。鲶鱼。为什么没有瓜子也差不多？鲶鱼吃瓜子。我给你买啊、哦、真孝顺啊，我告诉你赢了我。鲶鱼，鲶鱼，鲶鱼啊，鲶鱼阴阳，天津话管它叫海乖子，是吧？当然了，我师傅这么尊重叫我，看见我不叫阴阳，叫海乖子过来，你知道吗？海乖，先说鲶鱼的阴阳，鲶鱼的阴阳。鲶鱼，鲶鱼是不是有公母啊？肯定的呀，必须。那怎么繁衍后代呀、啊？是不是啊？对呀、啊。中年鱼为阳是吗？为阳为阴。中年鱼为阴啊，可以了。是两只，没有雌雄连体的。
你说的是一只是经不起推敲。哦哦哦哦，哎呀，你还真是跟别人不一样的捧哏。老师你说没有意思。没问题，咱就说一条鲶鱼啊。一条鲶鱼。哎，有了，您说阴阳。这鲶鱼在水里边游的时候啊为阴，出来换气的时候为阳。还换气呢？换气，它也是换气，因为我们这个腮不是，因为他们这个腮呼吸的都火，它也是需要换气。对，有时候阴天，这水里边氧气也少，它会上来游这样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对，还行。你说的吗？那我是不是阴？出来的时候就为阴，露出来了，在里边阳光照不进就为阴。啊，现在就是阳，是吧？现在对，照得见就为阳，阴阳，阴阴的阴阳，嗯。那这个鲶鱼有筋吗？鲶鱼有筋，筋你给我们找找在哪儿？哪个鲶鱼不得一斤多？哪个筋呢？您这是啊？我这鲶鱼苗，哪一斤多了？我不是铁锅炖，能管一斤多？这个筋不是那筋哦，这是金属的筋，那是一斤两斤的。我看你还真是斤斤计较啊。那个，您说有哎，有一种鲶鱼的品种叫黄金鲶。这我知道，哎呀，黄金鲶，这我知道，黄金金是什么材质的？金属啊，金属啊，金属就有金吗？我还找铁，金属就有金吗？铁，对不对？黄金鲶，行吗？这鲶鱼，你得跟大伙儿要，问我干嘛？废话，我跟大伙儿，他们肯定说不行，不行。太有自信了。有黄金鲶，换一个。金尊、红尊那鱼都有，都有。换一个。金尊、红尊是鲶，不是鲶，但是跟鲶鱼是近亲，没有鳞。你看看一样。哦，你那么了解那个海产品，哎，怀柔那边有的是。嗯。水产品。哎，对了，有金了。你说你平时你鲶鱼你是怎么获取的呢？怎么获取？对吧？你是得钓。花钱买，花钱买也行啊，用手抓，你钓还是花钱，我都无所谓啊，我都无所谓，谢谢，我老板，我们是捞的，这不就有金吗？我们是捞的，钓那钩，这都是金子圈吗？我用手抓的，用手抓，好厉害啊！我们是捞的，捞的。拿什么？网。拿那铁网捞吧。渔网。拿布网捞。捞完了得吃吧？是不是得吃啊？你要一个一个的解释你这种死人。对不对？说一个大伙不言一个问题。你吃的时候，你炖的时候，你拿锅炖吗？肯定是拿锅呀，这不就有劲了吗？砂锅。砂锅有劲。我说铁锅了。你们的任务是听相声。这个鲶鱼的体型跟三文鱼一样，鲶鱼还能刺身呢？怎么了？鲶鱼今天最后一个演怎么了？对不对？所以金是有的，你刺身吃，这个你必须得花钱。买，对，我买那鱼。金有，那鲶鱼的目呢？鲶鱼的目啊，哦，后边还有四个字。哎，刚才说这个的时候啊，他们一定这么说，就是树啊、浇水呀、苗啊，到这鲶鱼这都不说。鲶鱼的木，你们也努努力吧。什么？鲶鱼要的木鱼。鲶鱼要什么木鱼？鲶鱼做成这个样子的木鱼。啊，鲶鱼那个做成就是。学蛇都不会。这个的确学的不好学。鲶鱼做成木头的木鱼，是这意思吧？就是木鱼做成鲶鱼那个形状，你知道啊？这可以吗？不行，不行，不行。他口令你，不行。拿木棍扎鲶鱼是吧？这么狠对待他吗？啊？吃鲶鱼得用筷子。对，吃鲶鱼得用筷子。手。
块鲶鱼吃的。我们都下手。鲶鱼。你的脑子挺木的。我的脑子挺木的。瓜子，明天打架啊！鲶鱼啊，鲶鱼，哎，鲶鱼先说水行不行？木行。啊，这必须得先说木，是不是？对。做鲶鱼用什么？锅。锅呀。对，用什么锅？铁锅。铁锅吗？用铁锅，电磁炉。电磁炉。没有木。炉子怎么行？我们家的。哦，这都没有。哎，对了，你看，有的人是用电磁炉，可以说搁橱柜儿，橱柜儿不有木吗？为什么要搁橱柜儿呢？厨房没有橱柜儿啊？人家厨房洗的菜啊？没有橱柜儿啊？那料理师啊？料理师这不也搁柜儿上吗？你们家洗手司的橱柜儿？坐累了躺着了。啊，食材确实。哦，你玩的也好开心啊。我挺开心的。老乡人成功变为硬，是不是？鲶鱼，鲶鱼。几点？你几点能火车？我刚进来的今天，对不对？哎，那个说到鲶鱼，就得说鲶鱼的获取了。获取？你除了说一姥姥，你说得用一片钓。它是鱼竿儿，纤维的，但是鱼竿儿下面写出来是木头片儿。对呀，这不就有木了吗？对不对？不用杆儿。什么啊？行，骨头片儿。不用杆儿，不用网捞。行，咱说水。别哭。不。下去吧。就得说木。这是跟谁三十多年的老友，对不对？说这个鲶鱼，说的鲶鱼，鲶鱼啊，你们怎么吃？都是拿嘴吃啊。废话，你是干炖啊？你是搁点什么蔬菜？我吃没有啊？刺身，刺身。他咱俩是现在情侣说了，啥也不放，啥也不放。我跟你说，啥也不放，那鲶鱼是最腥的。放过。这是最腥的啊！好这一口。就好这口，对，刺身，重口，重口味啊！这个刺身是不是得拿盘子装啊？那肯定的呀，得有往桌子上一铺的呀，是不是？对，你拿盘子装，拿盘装完了，给你算端上来。对，这是在饭店吃吗？饭馆还是自己在家里吃？家里饭馆都是这样的呀。你说一个地儿，那家里头，家里头，说饭店上。你来我家里头你做这个鲶鱼刺身，鲶鱼刺身你端出来拿盘子端，你得吃吧，是不是？你吃你用什么道具啊？叉子，拿手抓。勺子，叉子，筷子，勺子，叉子，叉子是个叉子，也就这，对不对？也就这些，是不是这些？对。行了，你家就快了，行了吧？救了你一回。搁芥末吗？吃刺身还是搁芥末？搁香菜。香菜得撒点儿，撒香菜吧。这炖鱼都撒点香菜。太好了，香字儿怎么写呢？香字儿，那河要去一个撇念呢？对吧？你搁香菜，你搁芥末，这不都是拿植物做出来的？就这样吧，说水吧，是不是？我信，是不是？对，对不对？咱不如这么瞧瞧，对不对？他属实有这事儿，是不是？第一个不按文本说相声，你看。你也好，吃点多少钱对不对？那鲶鱼的水不用说了，鲶鱼水，鱼离不开水啊。对呀，对不对？对呀，鲶鱼的火，火也知道啊，电磁炉，电磁炉。我们是刺身。刺身，鲶鱼的火，就是刺身。咱们不说挑鲶鱼，可别说挑鲶鱼刺身啊。刺身，鲶鱼上火了，给宰了。我现在有点
上火，对不对？哎，你剁剁鱼，你说你就说你吃刺身，你吃刺身是搁芥末吧，对吧？芥末你得多搁呀，搁那玩意儿不过瘾啊。你吃完之后，是不是？我天天看着你，我就这样。但是你吃多了这玩意儿上火呀，到了通天阁了。吃多了它上火呀，这个东西吃多了是上火的，对不对？啊，我土呢，鲶鱼不土腥味儿，这没想到这么快，当然了，是不是不就有了吗？土腥味，所以金木水火土阴阳不都有了吗？行，是不是？这就是我研究的理论。行，还要再来一个吗？是吧？不管是咱说的好，起码人大伙知道你这难。文本里面你有，难不是他们给我提供的吗？就炖鲶鱼多好，还有吃刺身。还有什么？不是，你再能再找一个吗？再找一个，水。吃水好吧？是不是啊？而且说很多的矿物质啊，吃水好。你找一个，我找一个。我找一个水，用那一半的字吧。什么？找一水果。水果，水果找什么？山里红，山楂，山楂，红果，那宝宝味儿。红果到底找哪个？这三是一个都行。哦，这三是一个。对，山里红，山里红，山楂，对。因为这是原来文本的词。但是啊，但是他不是为了帮我，他是因为演出到点了，他想下班了，这个点应该结束了，对，赶紧的，赶紧，因为演超时了还罚钱呢，对，为了为难我今儿白干了，是不是？三哥，先说阴阳。阴阳，你拿过来，你看一看啊。嗯，山楂，你听这词儿就那么词儿啊。山楂外边是什么颜色的？外边是红的，为阳，全为阳。里边两块什么样的？两块是白的，里边为阴。这我想说车厘子。失恋不错。山里红的金啊，山里红金哎，说到山里红，这大伙可能人有种山里红的人知道。您说这山里红是在树上长着，对，熟了之后得拿一个东西摘，拿线勒。哎，你就是跟摘苹果是一样的，是拿那个就是那样的一个工具啊，竹竿，拿竹竿装，竹竿，对，我敲得下来了，竹竿，脚的那个东西，那个没有。他拿着竹竿，你要是剪的话，竹竿做木有吗？竹竿怎么跳着说呀？废话，我先找一个是一个呀。行，竹竿先说进，就说进来拿竹竿帮竹竿，帮完了是不是帮一地啊？肯定掉地下，没有那人参果，你得人参，咱不说摔倒吗？我知道，我说没了那是人参果，然后掉地下你得拿东西装啊，对，找一个大铁盆。然后呢，把它都装进去。没有，铁盆这个东西，塑料盆或者是木盆。塑料盆是洗菜用，木盆是泡脚的，白天不泡。行，好，能盛出来，拿木盆装。对，装完了回家你得吃，吃山里红，你那里一树了那么多山里红，你能吃得完吗？吃不了。能。吃完怎么办？另卖。哦，把这个变钱，哎，卖给德云社，德云社呢当果盘呢再往上唱，是不是？自己的买的，对，因为瓜子可能卖不了几家，不卖山里红。哎，这个问题就来了，您说，你说你要是卖山里红，你卖多少钱一份呢？白送，五块什么？就五块，就卖五块，一分都不见，五块片儿。五块钱，对，一样，但是我不这么说。卖五块票，五块票。这个五块票上面有一行字，写的是“中国人民狠心”。你也很行，今天。我也是人民。
好，那你就卖，卖五块钱一块票啊！但是你那么多山楂，德云社不可能全要。对呀、啊，对不对？这儿可以啊，这儿不可能全要。德云社肯定是挑那个好的留下了，捡好的才能卖，次的就给你了，品相好的，是不是？对，次的给你，你还是不能留着呀？干嘛呀？你还得出去卖去。哦，卖给要这次的人，对不对？次的卖什么呢？卖什么呀？糖葫芦，糖葫芦，次的卖糖，知道吗？次的卖糖葫芦，就是自己卖糖葫芦，说次的人卖什么好？那是我挖坑，我叫糖葫芦一帮人告诉我，说您得卖这糖葫芦。糖葫芦现在啊，不像过去那么单一，什么意思？它里边有加馅儿。哎呦，就是拿东西给它拉开口，然后里边东西籽儿踢出去，然后之后往里加，什么都有，糯米豆沙呀，哎，糯米啊，豆沙呀、啊，腰子呀、啊，然后什么都往里加，加腰子，对，我爱吃那口味。然后呢，问题来了，说你是山里红是硬，对，你是拿什么给它拉开的口呢？拿什么拉口？对，拿线勒，一勒就一个，一勒一个，你还有这个手艺，跟切葱花蛋是一个意思，拿线勒。你脏不脏啊？我又不吃。好，那你直接卖黑，黑完了呢你就得出去卖。对，卖完了这个东西不卫生，你卖完就不卫生了，是吗？人家吃坏了，怎么了？吃坏肚子了，闹肚子，闹肚子，人家得上医院吧？得看病。哎，到医院找那大夫，找大夫还得找好大夫，找那好的，我认识一个好大夫，推荐给他。谁呀？这人叫金通铁。嚯、啊！他呀。那金木水呢？人家找一个叫木林森，好不完美的庇护。木林森大夫，哎，到木大夫那儿说：“大夫您好，我这个坏肚子了。”大夫，你就直接进来不行吗？你得先去挂号去啊。对，挂号划价，然后交完那个挂号费，然后你再过来我给你看。对，哎，去吧，到那个挂号那儿了。挂完号了之后呢，您得往兜里，从兜里往出给人掏那个医保卡。回来，然后大夫给你看病啊！大夫给你看病，坏了，怎么了？吃的太多了，病的太严重，厉害！哎，这怎么办呢？得动手术，开刀动手术，就跟那护士说呢，把刀、斧子、钳子、镐把全部拿过来，打架去了。动手术，动手术，这手术这个都是亚克力的，亚克力的，没有金属。哎呦，你真是什么东西都认识啊！对，动完手术呢，动完手术了，不能说你都给你拉完之后了，现在就给你轰走让你回家啊？那不行啊！所以你是不是得给医院接着静养调养啊？住院？哎，静养的时候就得给你那个打针吧？打针？对不对？打针？对呀、啊。你说输液那个？对呀、啊，输液、啊、打针吧？打针啊？是不是打针？拔罐子吧。他都拔罐子。是中医。中医好，中医得扎针灸啊！啊，对呀、啊，还得扎针灸啊！还有人救你？对呀、啊，扎针灸啊！艾灸不行。救不了你了。我也尽力了。好，你艾灸，哎，艾灸，哎，艾灸呢？做完之后了，大夫得看呢，得视察你啊。对吧？大夫过来一看，那个啊，老李啊，这个怎么样了？身体怎么样啊？啊，老王啊，身体怎么样啊？人家那俩人当时就急了，谁是老李？谁是老王？你是什么眼神啊？你啊？怎么了？哎，大夫说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这个岁数大，岁数大，我眼神不太好，眼神不太好怎么办呢？啊，怎么能让他这个能看清楚到底是谁呢？眼镜儿，那眼字怎么写呢？木字边一个字，镜呢？金字边有镜了吗？完成，走不了了，就这样的。扣钱看病吧，看病但是无所谓啊，无所谓。没事再找一个啊，没找啊。这个没想到最后是眼镜的镜救了我啊，谢谢吧。这个看着大伙开心啊，我们也快乐，我们也高兴啊。虽然说的确是难一点啊，但是对我们来说呢也是一个历练。对啊，尤其对于我来说是一个历练啊，很好，很开心。你很啊，谢谢你三六班长，我们呢也
骂街的，没有，不是说英语吗？哦，啊，就愿意让您开开心心、快快乐乐。对呀、啊，尤其说今天没有什么明星大腕，您知名的演员在这演出，嗯、依然能来这些观众满起满座，真是啊，我们俩其实挺感动的，都是小演员李九重、李九江给德云社的衣食父母致敬，让您破费的，谢谢场，谢谢您。既然这样，咱们俩给大伙唱一个，行，好吧，好啊、唱一个什么呢？唱一个《劝善歌》，行，好吧，好，德云社的一个小曲儿，嗯，混沌初分，实在难消啊，谁知道地多厚，天有多面的高啊，日月穿梭催人熬。有争名把力劳，难免死生路一条，八个字造就命也该着啊，八个字造就命也该着啊，树大根深要扎稳牢啊，人守这个教条武艺高啊，惊涛三边吃甜水，劝民工你们人为高，千万别把这个小人笑，小人他过河即有拆桥啊，小人他过河即有拆桥啊，走过了三川六水大海大江啊，看惯了灯红酒绿世态炎凉啊，争的什么多来论的什么少，冲好汉你逞刚强，金银财宝猛荒凉，倒不如德云社您开心笑一场啊，愿诸位你们招财进宝喜气洋洋。